这次展出邀请家己以及自己当地数位名家协会团体进行基本交流，以设施为主题展出作品，包括书法、水墨画等等，总共104件，展品非常的丰富。这次展览特别邀请到迎客嘉义县文化奖第二届文化贡献奖的萧吉川书法名家共享盛举。这展期从7月5号到7月21号，集结了我们浙江诸暨市跟我们嘉义两地的书画艺术家共105位，展出西施相关的一个主题的书法跟绘画的作品，希望我们嘉义还有嘉义县市以外的乡亲能够把握机会，我们的展期到21号，可以来到我们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来看这个很美好的一个书画展览。那很难得的，嘉义是人人荟萃的一个地方哦，那能够集结两岸的这些这么好的文化作品哦，让我们嘉义地区甚至于全国各地的爱好艺术者哦，可以来鉴赏哦。那我们很感谢哦，我们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哈，跟表演艺术中心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场所来展出哦，这一次的哦西施故里哦豪美之际跟嘉义书画的一些艺术联展哦，我是希望说哈，能够把艺文当成一个我们生活美学的重要的一环哦。以书法为作，描绘世事，令人陶醉的美梦以外，也透过这次展览，表达对美好生活甲艺术滋养的愿望，予咱以艺术甲思维为准，共同驶向艺术文化交流的美好未来。新新闻出来前，并分享采访报道。努力与坚持，每一步都是向前的突破。每一个人都在为嘉义县创造无限的可能。破茧的曙光已出现，嘉义的希望也正在实现。再创嘉义的梦想。